里面有骑乘 MK2， 对啊，打到斩杀骑就一波带走了，是谁啊？这该不会是学长吧？这学长难道是哪国的王子吗？没人气耶，风纪之刃，好，所以没有拿到什么新东西。门在哪？哦，上面，吓死我了，出不去。带等级是吧？妈，是也行啦。之后再说吧，之后再练吧。你再多几个人进来放后排，他们练带的巨实力了。好了，好，我们今天时光就到这边了啊！那谢谢各位的观看，那么我们改天见喽，拜拜。